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啊。今天是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在这里衷心的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团团圆圆啊，非常开心。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款羊蹄月饼啊，派月饼，非常的开心啊。这个月饼都是传说中就是看得到买不到的，开心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就吃一个啊，看一下这个月饼到底味道怎么样呢？开心。哦，真的是感觉棒棒的哈，这个是金沙奶黄月饼，你看一拿就拿了奶黄，可能就是真的是跟我，对，有缘吧，开心开心，这个也不错哎。蛮棒的，还很软，但它也有硬的部分啊，奶黄黄在哪里？啊，就是这个颜色黄，我以为里面有个蛋黄，其实没有，开心，好吃，中秋节一定要给父母陪伴，然后呢，给家人送上一盒，不一定是羊蹄月饼，但送上一盒月饼。开心，你开心不？